穿五线五零公斤啊？知道，他穿在吊嘎，不叫就是吊嘎。嗯，哇嘞，24度，还有吧？哦，慢慢回温了，24度。早就已经回升了。难怪我觉得今天穿外套好热。废话，这是天气已经回温。没办法，我家如果不穿的话，我家会硬逼我穿。你刚说完胡乱乱了吧？我就觉得你现在那么无脑。没办法哈，他们就那么无脑，我他们无脑也不是我的错啊。感觉有点先入为主，不是先入为主，你应该知道。所以说，